你们会唱吗？你们是不晓得有个歌词出来了吗？有歌词吗？有吗？好，一起唱，听到吗？两年多了，两年多了。爱情的水杯送给你。爱情要起飞，心已经被我
谢你们，谢谢。许绍洋，先别走，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对啊，哇，两年多没有站在西门町唱签唱会的感觉，现在应该是千头万绪吧？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期待了蛮久的了，因为一直都离开台湾了两年时间，在内地发展，然后这次再站在台上面，看到那么多位。也有新面孔，也有旧的面孔，让我非常的窝心。因为我觉得我和嗨翻他们已经跑掉了，可是我今天看到那么多很熟悉的人，也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计划，帮我做很多东西。那谢谢你们，尤其是我的官方网站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看我的戏的朋友，谢谢。你们永远都不会离开许绍洋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，我会努力的，为了你们我会努力，真的会，谢谢。当然我们在《爱情机》里面唱了四首歌，比他。还要多，不是抢回来的，抢回来的，是抢回来的，抢回来的。然后我就跟 Alex 去猜拳啊，我猜赢了，然后他就唱片头片尾，我就唱里面四首这样子。好，那当然了，这边希望你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重新开始，谢谢。然后你的第三张大碟很快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在明年二月，已经在筹备当中。哇，希望大家都喜欢，我会非常非常期待。对对对，谢谢。那你新专辑可以稍微预告一下，今年都12月了嘛？对对，12月了，因为现在拍摄非常的繁忙，然后拍到大概2月左右才会杀青，然后中间可能我会去上海一些活动，或者是印尼办一些活动，然后有时候我一定会在1月份参与收歌歌词的部分，还有很有可能我终于破例要跳舞了。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哦，保留。可是我真的是会努力，我真的要努力，所以我会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许绍洋。谢谢。好。